老张开车去东北，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，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。老张请他吃顿饭，喝的少了他不干，他说阿们在嘎都是东北人，阿们在嘎特产高丽参，阿们在嘎猪肉炖粉条，阿们在嘎都是活来花，阿们在嘎没有这种人，光了车了哪能不叫人，阿们在嘎山上有什么，那个人他不是东北人。翠花像酸菜。哎，扯啥呢？扯啥呢？去上外面就把我晾的毛裤给我收拾了。去啊！去啊！哎呀！哎！哎！都疯都病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天应聘顺利不？气死我！气死我！哎呀，快过年了，别说这不吉利的话。去啊！哪去了？本来应聘的好好的，我啥条件都符合，那马上就要通过了啊！结果呢？怎样？冒出来个乡下打工妹，你说这乡下人那傻呢？气死我！回来！啊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乡下人咋的了？那你这个明显带有歧视色彩。我，你爸你不知道，那乡下丫头傻乎乎的，长得黑不出溜的，那一个月。300块钱都答应，你说答应答应吗？还说加班不要加班费，电脑也会，打字也会，能耐的。这有啥呀？现在是城乡差距在缩小，农民素质在提高吗？对，他们是提高了，嗯，提高的把我给顶了。你说这又让乡下人给顶了？呀姐，农民啊，盲流，你在家种地不行啊？那背大老远的跑抢我爸爸，拿的啥心态？你这个也是的，人家农民咋的了？你张嘴相信人，相信人进城，那也是帮助咱们啊城里人做贡献，是不是？帮助咱们解决困难，是不是？对，再加上挣咱们钱没商量，乡下人也不容易，进城之后净干着脏活累活，辛辛苦苦的，太可怜了，是，太可怜了。要说这乡下人进城打工啊，确实给咱城里人添了不少的负担，光这黑人黑户啊就不知得有多少，这计划生育工作难做呀。据说我们幼儿园啊整天就接待那些进城打工的乡下人，要求孩子入托的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帮人还真有钱，只要你说个价全答应。哎，那你这个思路也不对吧。妈，嗯，那个你晾到门口那毛裤让人偷了啊？咋的？啊，这谁都缺德呀！毛裤没了啊？那可是我妈一针。哎呀，你就别说毛裤了，连搭毛裤那绳都让人偷走了。不能吧？爸，你看肯定是乡下人干的，没错。不能，我看也是。不能，白瞎了！你说我真。不能吧？小姐，别叫小姐，叫同事。哎，那个小姐，那个说同事啊，那个贼老牛家没人，他邻居说让我把这奶搁你们家，搁那嘎行吗？搁那吧，搁那个。哎，行，就搁这儿了啊。啊，你跟他说一声啊。哎，你说你们这边人啊，这边也不把脚蹭干净，你看把地整的埋汰，你这白擦的。那你那天我帮你擦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去。翠花。花你知道的花子我吉庆儿，哎
这不是金庆吗？哎呦妈呀，花子，是我啊！哎呦妈呀，让我看看，哎呀，花子，你现在你怎么也挺胖，你现在？你也不瘦啊？啊，人家正努力减肥呢。你减肥啊？啊，你来干啥来了？还说了，我找你呗。哎呀妈呀，花子，找你找可惨了。刚才一听声吓我一跳，我一谁呢？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要说话可以，但必须保持一定距离。我坐这儿行吗？坐吧。哎呦，跟你说，花子，上次我干完那活就回家了，回家到你家去了，结果你妈送你上城顶来了，当时我紧撵没撵着你啊，我现在到城里给人送的，实际上我是找你啊。我说花子，跟我回去吧，城有啥好的呀？不，当初你不听我的劝阻，非要进城打工，把我一个人扔在乡下。我呢，禁不住你的勾引，也为了争口气，也步了你的后尘，进城了。花子，你现在在城里咋？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我特别适应城里的生活，那感觉啊，就像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我决定今年过春节我不回去了，就在城里过了。哎妈，花，你说啥呢？那大过年的一人搁城里有啥意思啊？咋没意思呢？谁说我一个人了？还有我们经理小伟哥呢。谁？小伟哥。小伟哥？谁小伟哥啊？小伟哥是谁呀？谁是小伟啊？哥？谁啊？好花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为啥不回去了。你现在城里你傍上大款了，你。你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啥我说啥呀？我们小伟哥，他能看上我？再说了，他离大款的距离还有一定的差距。花子，我看你现在你变质了，你。你才变质了呢！你听我说，你我们经理啊，正宗的城里人，人好有本事。人家社会关系复杂，他答应我说给我介绍几个男朋友。什么？几个男朋友？你看你个花子，你现在跟你的人差不多，你给我花呢？那以前咱俩的事你都忘了呀？忘了，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啊，在咱们村子里拔大个儿，相中你了。可你呢，你背信弃义，想要独立，进城打工，离我而去。哎，你还跟我说什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？那外面世界还很无奈呢。我错了，我真错，你原谅我行呗？咱俩一块回家去了，你给我生个孩子，咱俩好好过日子。你生产我劳动，咱俩一块当模范夫妻。晚了。你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华子，那你都忘了以前我对你有多好啊？你这么了解我的心呢？了解你的心，我现在是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。那如烟往事啊，就让它随风去吧。华子。你又出去转悠找毛裤去了吧？哎呀爸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那毛裤就算了吧，你肯定找不着。你我不就出去打听打听吗？你居委会朱大妈说了，就前几天，有几个乡亲人就在咱这国门口，来转悠。你看这还没说错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些个乡亲人是真给乡亲人丢人。快过年了，那进城打工的乡下人呢也都陆续回老家了，你看咱厂区看着清静多了吧。都是什么哎，这些个乡下人呢真是。谁？我。进来。我。谁呀？吉庆。吉庆是谁呀？啥事儿？我找的人。叫啥呀？叫花子。要饭的。还要饭的呀？叫花子，这不还是要饭的吗？花子，翠花。那你说翠花不完了吗？还叫花子，叫花子。你那啥，我到饭店去找，他们都不在，说可能在家里。你找翠花啊？她应该站到在工作岗位上啊，不在是吧？不在。
伸了一只手，偷懒儿。对，好啊，让我扣了工资啊！爸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地主和农民永远不能一条心。就是这啥？哎，我俩，小翠花的哈，嗯，来，小翠花的就是老牛家的客人，来坐，请坐。行，没事。嗨，真远乎啊！谁不知道那远？那啥，小翠花哈，不行了。就小伟吧，给他介绍了个男友，这会儿估计正见面。哎呀，大爷，你怎么干这种事儿啊？这块是我的离婚妻，我吵吵啥呀你？翠花说了，找对象净找城里的，就从来没说过你俩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。咋呀？我跟他能倒了？哎呀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你再娶她奶奶，走这老远呢？哎呀妈呀，大妈，你看你这么大的岁数，怎么动来让你去？大爷面试，你看你累，那啥眼神啊？那谁呀？别乱叫啊，那我姐。他是你姐呀、你姓咋的？对不起，那个大姐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大姐。那啥、啊，那这会儿老跟我念叨你，说你对你可好了。以后像这种活你跟我招呼一声，我替你送，我替你求，我本职工作。来，到点了，我求抱去了。那个大爷，咋你这外面路滑下雪呢？我替你去呗。虽然我个个多走几步路，但是报纸丢不了。来，呀，黄黄灯，求抱去。妈回来了。你说咱们这小青台这卫生太成问题了，我跟你说，过去这些个乡下人，我跟你说呀，清洁工都回去过年去了啊，那垃圾都堆成山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说这扯不扯的？你说呀，你们呀，妈妈，哎呀，大妈你别害怕，大妈，谁说乡下人都走光了？我扫垃圾去。桂花老虾叫迪庆，乡下人。哎呀，我说翠花啊，这你咋还不满意呢？啊，不是你眼光也太高了吧？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屈尊跟你处对象吧？行啊，就这么着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好，行行行，那这样啊，再见。哎，哎呀，小伟啊，又没介绍成啊。哎呀，姐，你说这村妞整天缠着我，多烦呢。你又跟人吹你能耐了吧？我这能耐还用吹呀？就说他条件那样，长成那样，说话那样，办事那样，说把我难为成这样。有啥难的？啥事啊？这难为啥呀？这不摆着一些人合适的吗？啊，顺吧啊，顺明啊！哎呀，这说还真般配呀，就怕我姐不同意呀。你说我啥？你跟谁般配啊？还是跟他掺和？你能不能没事别到咱家来晃啊？晃了，我不冲儿子吗？我这来看君君的，君君、啊。小喜呢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小伟，我真的跟你说个事儿、啊。你说，哎，头两天吧哈，我到那个达达沙子菜吃饭啊，翠花，哎呀妈呀，死缠着我呀，啊，非得让我在城里给他介绍个对象。哎，你们大伙手头有现成的没？姐吧，啊，这事儿吧，翠花把我全家人都拖遍了。啊，我说咱们家煤气得换了啊，这快过年了，到时候我可没有煤气。喝西北风去啊！你看见过谁家一把手换煤气？放这些壮劳力不使啊！那啥，小伟，明天换煤气去啊！啊，那你换煤气？不是，先你看我，爸，我整天忙忙活活的，我哪有时间呢？显然闲人呢。嗯，啊，玲，让你换煤气。我凭啥呀？你个大小伙子闲着，还让我个。花季少女在那吭哧吭哧扛煤气罐，我才不去呢。哎，你这啥说话啊，换煤气就不乐意了，劳动嘛，没有事，对不对？你这点苦吃哪那还行呢？对对呀，就是啊，我们这是帮助你，
你说你将来要是工作积极努力上进，那你到哪儿找工作不简单呢？嗯，那你说你到哪儿应聘，那么见谁不顶谁啊，说啥不是是啥，想干啥就干啥，那多爽，对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去吧。啊，哎，你姐，你这你去干啥去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雇个民工不就完了吗？几块钱的事儿呢？说你大方的，还几块钱的事儿吧？还那个多少钱呢？你啊，这点事儿不自个儿干完了？那对，反正还有我哥和我姐夫呢，挣劳力嘛。小林说咱俩挣劳力。那这么的吧，季红，我辛苦一趟，爸妈。你们呢以后也别拿我这个外人太客气。你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。哎呀，乡下民工能干的活我姐夫一样能干。是啥那个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那个妈，今天咱吃啥？吃啥？那煤气我跟你说都打不着火了，还吃啥呢？那菜市场的卖菜的这些天贼少，你想买啥也买不着啊。你这爸妈，这算啥事儿啊？明儿个我请客。哎呀，找一个好点的馆子吃他一顿好的，春节聚聚咱是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姐夫，那个明天的事儿吧，咱们明天再说。那行，那个今天呢，我看那个煤气站不还没关门呢吗？对，咱先把那个煤气罐给换了哈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换煤气罐。到底怎么的了？谁呀？你跟我说呀。就是有俩破钱嘛，有钱咋了？我不稀罕。就我也不稀罕。不就是长得像张学友吗？长得帅咋了？我不在乎。对，我漂亮我也不能当饭吃。你是那个小破经理吗？经理咋了？我见多了。对呀，对，主要还是得人好是吧？有啥了不起的？有啥可牛的？就是我农村户口，你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吉祥。哎，怎么的？以前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还是你对我好，你是真心爱我的。我现在都想清楚了，我要的是一个热热乎乎疼我爱我的人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城市户口。说话别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那什么，你别在这干服务员了，我也不送奶了，你跟我一块回家，咱俩好好结婚过日子，你生个小孩行吗？怎么了，吉庆哥？花葬花葬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上车，哥带你潇洒一圈，走。哎呦，天哪！妈妈呀，哎，这可不是我不请客啊！啊，问题是所有的饭馆都关了，你说，这有钱还花不出去了，你说这事儿怪我啊？也不能怪你，嗯，眼瞅过年了是吧？这那厨师啊，服务员啊，有的那饭店的连老板都赶回去过年去了。你说对呀，你说要不然咱自个儿家开着饭店，那为啥非得出去吃？那不有病吗？嗯，不是后厨那王师傅回乡下老家了。嗯，妈呀，哎，要不你先把那牛奶取了吧，我眼睛都快饿绿了。儿子，你眼睛饿绿了，妈这腿呀都溜细了。等吧。两天都累死我了。也好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哎，对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嘛。嗯，不就是煤气罐、纯净水啥的吗？我还扛上瘾了，我。好，小刘说的对呀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不就当气流坏了吗？有我姐夫呢。对对。凑合行。那个啥，那我的报谁给我取啊？着啥急呀，取个报纸捎带脚的事儿我姐夫取。那行。那你说咱们这小区这垃圾可越来越多了。妈呀，就这点活有我姐夫呢。对，我也干不过来了。对，小伟，你说你啥意思？你要把他累死了。啊，我的意思呢，
就是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。那乡下打工的不都走了吗？咱们照样过得好，有我姐夫呢。对，妈的，是啥都有我呢。哪儿老爷，我饿，没听说过在饭店还得挨饿的。对，老舅啊，这可是你的信誉问题啊。嗯，你还想不想留住我们这些回头客啊？那顾客就是上帝呀。对对，你还是想想办法吧。先想想办法，先想办法。对呀对呀对呀，顾客就是上帝呀。啊，对，那个谁，刚才谁点的那个拍黄瓜呀？谁拍黄瓜？哎呀妈，我、哎、姐呀、啊哎、你到后边啊，洗黄瓜扒蒜，估计你这道菜五分钟就做好了。啊，什么说啊，去吧。我没点这道菜。哎呀，那个刚才谁点了一个什么土豆丝儿、啊、妈你啊，哎，到后边把那个土豆皮削了，估计我妈这道菜十分钟就做好了。咋的，不想吃了？去吧，你可真是的。还有啥？我记得有一个小鸡炖蘑菇，谁点的？对啊，爸，嗯，谁点的那个水煮鱼片来的？我啊，玲，我咋记得还有一个什么水果沙拉的啊？老舅，你是我点的。哎，咱们也都别闲着啊，这个该杀鸡退毛的杀鸡退毛，该扒鱼鳞的扒鱼鳞，对，该给苹果呀梨呀啥的削皮的就去削皮儿、啊、这些菜我都没点啊，我干正吃呢。对，那如果要是忙不过来呢，有我姐夫呢啊。对，咱们行动起来，估计半个小时咱那顿饭就吃上了。我哎呀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没有乡下打工的啊，咱自己照样过得好，有我姐夫呢。嗯，整个长居饭店就你家还照常营业。干嘛呢？啊，那啥，我老家来人了。哎、啊，我订三桌，十人包席。阴阳也是放，阳江也是赶。我啥、啊？你把那个菜准备好啊，20分钟后人就到了。啊，去呀去呀！不是，准备好了啊，爸爸。姐夫，姐夫。请进。大爷、大妈、大姐、小玲姐、小伟哥，来了，来了吧？那个，先站会儿吧。大爷、大妈，我俩是来跟你们告别的。刚才我俩去办了点年货，准备和吉庆哥回乡下老家过年了。哎，翠花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不回去了吗？你咋又变卦了呢？那啥，小伟哥啊，那个翠花经过我耐心的劝导，他现在同意跟我回家过年了。我俩回家过年，过年我俩结婚，结婚俩生小孩，咱到时候庆祝贺喜一下。恭喜！大爷大妈，特别感谢你们这段日子对我的照顾哈，尤其是我小伟哥，那个。经过几次相对象的挫折吧，哈，挫折，现在终于想清楚了，清楚了，啥城里人、乡下人的哈，其实都一样，知道吗？都一样。我和大白就是从乡下来的，对，城里有城里的好，哎，对，乡下的他有乡下的好，是吧？啥城里人、乡人的哈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对吧？那咱俩回去吧。回去建立咱俩美满幸福的小家庭，过好日子去。这就对了。大妈，我们走了。那啥，翠花啊，哎，你就那走了。走了。以后常来咱家玩啊，哎。哎，就这么走了。你现在就不嫌乡下人抢你饭碗了？你要走？哎，过完年我可能还回来。不要求加薪，待遇照旧就行，加班不要加班费啊，就是有一个请求，让我们吉庆吧当咱杀猪派的副总经理就行，是满足我的愿望。再见。啊，山顶尖长白山，水挺甜。
是辽河源，米挺粗是高粱米，人挺糙像棒子面。俺们家就是你们家，你来不来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敢不敢。二人转现在换人转，你转不转。黑漆了现在好漆了啊，得看